to meet you. Hey, my name is Ricardo. I come from Sweden. I'm 45 years old, and I'm proud to take part of Mission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太逗了，他把我们的节目翻译成《碟中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在他挑战开始之前，现场先让他小小的展露一下他的平衡技巧，好不好？来，请我们的挑战助理端着一桌神秘的东西。 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一招我们在杂技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你是杂技演员吗 ？I'm a violin balancer. Balancer， 他是一个小提琴平衡者。但刚才那个，我觉得他的平衡能力已经。 不错了，刚才那个对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杂技节目当中看到。会吗？当然，很多那比他这难多了。他这不算少，他这不算少。他这不算什么。真的？当然，像中国杂技演员，很多都能做到。就两把刀的刀尖对着，然后上面再支一个什么，把刀拿走，东西依然掉在刀锋上或者刀刃上。很多这样的表演，所以我想他这个只是可能小露一手。来，先停，董卿停。那个翻译，请准确的翻译我的话。我们中间这位评委认为这不算什么。So the lady thinks that is not that difficult. OK。当然是难的，你不能说不难。继续翻译，比中国杂技演员差远了。So it cannot really be done the Chinese acrobat. 准确翻译啊，差远了。Far away. Far away. 十万八千里。It's a joke. 我们需要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挑战不可能。你能确定待会儿你要带给我们的挑战项目确实是符合这个条件吗 ？Yes, I've never done it before. 哦，很有自信。好的，我来宣布一下他的挑战规则，看看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从来没做过的挑战。挑战者用嘴咬住琴弓，并在琴弓上平和1米左右的5层贝塔。 一共13个杯子，随后再完成一段30秒的小提琴曲。曲子完成后，必须将所有物体安全取下，即为挑战成功。一旦有物体掉落，则挑战失败。Are you ready? I am. 我宣布，挑战开始。 我们现场保持安静啊！一个是小提琴，然后一个是特技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I don't know, but I know it's very hard and the success rate is very low. So for me, it's very hard to do.
还没完。 现在我们可以跟着他的音乐。 已经成功了，我会等你在如意殿堂。我想问一下，平时经常在演吗？你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小提琴。Yes, I practiced for many times and I performed with this many times,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another stack of glasses, so I get one level higher.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perform with this. 你今天带来一个很精彩的演出。 可是，在那个整体的那个表现上面，我觉得他还不算挑战的不可能。非常抱歉，我的决定是不能。他是一个很迷人的音乐家，这个没有问题。后来发现他其实侧重都是在特技艺术上面，我觉得你来错地方了。他刚才表演的呢，心态很好。 尤其他掉下来那一刻钟，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失望。
但是他马上全力的去挑战不可能，为了那一点我投他可能。好、oh, thank you thank you。 挑战不可能的舞台，我们迎来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具有专业特长、天赋秉异的人，他们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大开眼界。那今天你的表演非常快乐啊、也很开心，然后但是却没有最终可能达到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挑战的高度。对于你的挑战项目，最终我的态度是不能。谢谢你。可惜。These things can happen also. I mean, I was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yway and take part of the show. And it was a very nice experience. 享誉世界的华人神探李昌钰博士。大家好，大家好。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挑战不可能。谢谢各位，欢迎李博士。我们的国民歌王，享誉华语乐坛的周华健。大家好，挑战不可能的重点在挑战两个字，让我们一块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挑战不可能。三位评委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其温柔美丽、睿智与幸福冬青。谢谢大家。很多人说你们节目的名字挑战不可能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不可能如何去挑战？而我想说，人之所以伟大，恰恰是在于明知不可能还是要挑战。加油。挑战不可能，极致绽放。我们的平凡生命究竟蕴含着多少潜能呢？这些可能是我们平时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想的问题。有些在我们平时看上去非常简单的动作，非常平常的事情，也许在这背后都蕴含着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生命潜能。比如说平时吃饭中国人用什么？筷子。三位评委，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关于筷子的问题吗？在古代的时候，筷子还可以做盘头发的簪子啊。筷子呢还可以做有没有毒药在里边。银筷子，银筷子还可以用来打鼓。所以真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但是到今天中国人究竟在3000年之后能够把老祖宗给我们的这项发明用到一个什么样的出神入化的境地？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你好。你好，萨拉，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请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评委老师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赵文琪，现在在山东莱芜开了一个面馆。开面馆，太棒了。刚才我说到跟筷子有关的东西，我能问一下您身后这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的一双筷子。在解释到使用那个来当筷子的时候，我直觉它好像是一个武器。这是一双筷子。对。您会像普通的筷子那样一只手拿着它来用？和用咱们普通筷子一样的。啊，一只手。对。所以这副筷子的重量是30多斤。30多斤啊。那么长的筷子，30斤的棍子，普通面馆的老板完成这项挑战是很难的。挑战者，我能触碰它吗？可以可以。哇哇，我这是来建筑工地了吗？来，三位评委可以感受一下。我等你。
这真的很重。来，这两边两边，别别撒手，别撒手，别撒手。厉害吧？哇，真的很重。华健老师感受一下，怎么用筷子啊？那是匪夷所思的一个长度，那秒钟就已经很吓人了，非常吓人。各位，在挑战之前，我出一道题目，这是个入门级的测试，好不好？好，我们先试一下。先试一下。测试规则：挑战者需用2.6米、重达15千克的巨型钢制筷子，将不同的水果依次夹入3位评委的手中，水果完整不掉落即为通过测试。好，挑战者开始挑战。哇塞，我的个天，我要告诉大家，在用筷子的过程中，我们运用到的肌肉是50多块，运用到的关节是30多个。我想说他会用肩膀来借力，这个都没有，我注意了很久，他真的只是用，他说只用3根手指的力量。他要先寻找平衡点，然后运气，这是一个气功。哎呦，哎呦，哇，哎呦，哇！要稳，在这个过程中，水果不能掉落，要稳。哇！好，再次运气，准确加重目标，起，走，稳住脚步。他还要上台阶，这个确实难度很大。李博士，请接收您的礼物。啊，谢谢。华健评委，整盘，整盘。开玩笑，开玩笑。绿葡萄，绿葡萄，更小一点。哦。嘴张大一点。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好，厉害！来，大家已经感受到我们挑战者的实力了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刚才演示用的这个筷子2.6米，是他今天挑战规格最小的一双。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几乎是2层楼那么高的筷子？它已经不是筷子了，其实。选手用2.6米、3.6米和4.6米的三双巨型筷子，分别夹起生鸡蛋、生鹌鹑蛋和直径1.5厘米的小钢珠，将它们平稳地放置在瓶口上，则为挑战成功。每双筷子有2次挑战机会。好了，我们挑战者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开始挑战了吗？可以。好，掌声有请挑战者开始挑战。首先他选择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2.6米的筷子。它的难度是怎么样给身上50多块肌肉完全的平衡机体的使用。
那每一步30斤的重量，在几块手上的肌肉，更重要的，那蛋不能掉下来，不能夹破。生鸡蛋如果不小心，就有可能会将蛋壳弄破，而这样一来，挑战就会失败。现在他已经接近了瓶口。第一个鸡蛋没有破的时候，他的那个表情就已经很深切的痛了，其实他已经很累，我那个非常担心。很遗憾，第一颗鸡蛋的挑战失败。失败了吗？就给我造成了就是很大的压力也是。挑战者使用长度为2.6米、重达30多斤的筷子夹起生鸡蛋，在瓶口时鸡蛋不幸滑落。按照比赛规则，挑战者还剩最后一次机会，他能完成挑战吗？加油！好，他再一次，这就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中的举重若轻，精细稳妥，耐心，尤其是最后一下的耐心。哇，成功！要了！谢谢大家。过了第一关，你就当然很为他高兴。因为我心里面想，后面还有两根更夸张的筷子，那会怎么办？接下来更难，3.6米的筷子，挑战鹌鹑蛋。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进行第二轮的挑战。这鹌鹑蛋比鸡蛋小了，接触面就小了，那蛋很容易就滑掉了。所以我很替他担心。最后这一下非常的关键。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完成整个动作，哇，太厉害了。接下来
控，掌握他步伐，已经很难掌控。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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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这个4米6长的筷子，它由于上半部分一直在晃动，所以当拿起来的时候，这个晃动的部分可能会给你增添很大的困难。对，稍微上面一晃动，下边就容易掉下来。所以这个挑战的难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了。终极挑战难度急升，从未用过的超长筷子，圆滑的小钢珠，面对如此艰难的挑战，他能成功吗？好，我们保持安静，让他进入到他的挑战状态。最难的就是这个小钢珠，它又小又滑，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的长度和重量，这都是我从来没用过的，想挑战一下我的极限。也是一点加起来，但是太滑了。第一下没能成功的夹住，他再一次调整了位置。上边他就晃得太厉害，你必须用这个二指头，用很大的力气把它压住，不能让它动。这个受力点要找到特别的精准。好的。好的，好的，现在是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好的，我在注意到他的手在不断的发抖，但是他的运气给他平稳下来。我会觉得他会失误，如果他失误的话，那我可能真的不会让他过瘾。选手的挑战已经结束了，根据我们的惯例，接下来我要交给三位评委，三位评委是否会让你进入荣誉殿堂呢？祝你好运。好，谢谢，加油。好，恭喜你，刚刚非常不简单。谢谢。我还是觉得很好奇哦，我们这次来大开眼界，很多的创意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想到要开始练这钢筷子？以前在我打工的这个餐厅，看到外国人用咱们中国的筷子夹小东西夹得很好，我就想能不能做一双大筷子创个记录什么的。你练这个练了多久啊？我现在已经练筷子练了8年多。练8年了，每天练2个小时左右。这练的时候你有没有受伤过？有，一起初练的时候我的手上都起水泡，很疼的。现在已经全部都练成这个老茧了，现在已经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有一个问题啊，你当时起了水泡受伤了，你当时心里有没有想放弃了？什么动力给你继续在？因为我从小上学的时候到现在就没拿到一个奖状，因为我就想我上学去的比别的同学都早，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5点钟就到校，学校是6点钟开门，到年终考试的时候还没拿到奖状，我就想凭我自己的实力拿到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奖状。啊，是一个上进心。那这样我们给他一个奖状好不好？锦徽。大的锦徽。哇哇哦，因为他一生没有拿到奖状。该的该的，来给你挂上去啊。哎呀，谢谢谢谢。他是个很普通的人，而且他的动机很单纯，他不是要出名，
他只是说从小他没有拿过一次奖状。这么多年第一次拿这个奖牌嘛，也是太高兴了。你有个梦想，你要达到你的梦想 是不可能变成可能。我的票是难。谢谢老师。我非常喜欢你的创意，我们最怕就从零开始，怎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的，我们都很敬佩你。我的决定是能。谢谢黄健老师。你有没有想过4米6是你的一个终点吗？还是你会有更大的突破？是的，如果董老师能给我通过的话吧，我要有下次机会，我会把钢珠放到润滑油里面加出来。真的吗？钢珠，把钢珠放进润滑油里面，油里面加出来。对，油，所以在油里面把钢珠加出来，那就几乎那个摩擦力就很小很小，太滑了。它对呀，非常滑了。你以前有没有试过把钢珠从油里边加出来？现在还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你今天有这个勇气挑战一下吗？勇气。试试看好不好？好的。好。我们期待一下。好。问题是我们上哪儿找油去啊？上厨房去找点油去。稍等一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导演组的成员现在去车后备箱拿润滑油。啊，没事儿，你去吧，去吧，10分钟。因为这个是临时动议，我们加的一个等于像加赛一样的加试考试的加试题，所以我们先制定一下规则。挑战者使用巨型筷子，将小钢珠从润滑油中夹起，并坚持3秒，即为测试成功。加试题成绩不影响最终挑战成果。在这里，我们见证的是挑战者人生当中第一次挑战，他从来没有试过的一个项目。挑战能否成功，就看实力了。他在寻找一个好的合适的定位，让钢珠先停留在筷子中间。好的。啊。时间已经持续了15分钟，他能完成这项测试吗？今天就到这里吧，赵文琪。他的体力包括我们是把掌声送给他。好的。我跟你说，赵文琪，如果说在你加这个油里的钢珠之前，我还有一丝丝犹豫，要不要给你过还是不过？那现在看了你刚才短短的这一个时间，对一项又新的一项不可能发起挑战，虽然最终没有成功，就这么短的一段时间打动了我。我要给你能，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就在想，这么小心翼翼的，这么努力，这么用力的8年呢，他有多少小时、多少分钟、多少秒，就在那么小心翼翼的、用力的、费心的在做一件事情。他最初在加那个鸡蛋的时候，我想也跟这个钢珠一样，加不住，加破，加到鸡飞狗跳。
到今天可以把这么完美的1米6、2米6、3米6、4米6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节目要的就是这种精神。是的。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练习5800多个小时的坚持，只为一个心愿。今天，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面馆老板赵文启用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了多年的梦想，赢得了专属于自己的人生勋章。